大多数的医疗中心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除非是突发病情或急诊才不需要。持有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并不代表拥有任何优先服务。迪肯和校外的医疗中心通常预约量高，所以可能无法预约当天看诊。如果非看医生但不能获得一个预约，请访问迪肯的医疗中心，校园护士可以协助和提供建议，或转介您到校外的医疗诊所。